哎，嗯。为什么会有啪啪啪的声音？因为你的指甲太长了，都把脸都抓破了，这里都受伤了。你的脸这里，脸这里，对，旁边这里有没有痛痛的？没有。有啊，我看了红红的，我帮你摸这里，嗯，这里。哦，我要不要再抓了哦？哦，抓的会流血哦。流血。对啊，因为你破皮了。嗯，在剪指甲，爸爸帮你剪好了，然后剪下去，啊！夹到肉就一下子精神变很好了。坐起来，精神变很好。对呀，就不会想睡觉。我帮你夹肉肉好不好？剪下去啊！来是夹骨头，治病呢，夹骨头啊，来打针呢。是夹骨头。哎，剪这个指甲，哦，你的指甲很长哎，你也要去剪头发了。我心还是剪一个光头最好看。看来看去，细汉光头上好看。我不想要剪光头，妈妈。你剪光头，老师会说很帅。他们班好像没有。哇！哎，较早因班有一个足大块的，迄个囡仔后来拢无看到。好像少林寺的一个光，真的是。那一走到教室，整个教室都关了起来，好，全教室全部都很亮哦，因为意义是光头。老师说：“哇，太刺眼啦，意义啊，因为你怎么是光头进来了？太刺眼啦。”依依说：“哼，这就是我超帅的光头。老师，你也要剪一个超帅的光头吗？你也要剪一个超帅的光头。哇，这个香港脚，怎么为什么这香港脚也要？香港。